在这一边，它叫我们 sketch y 等于一加三 cos x。我们首先呢要知道那个 cos x 是怎样的，cos x 是这样的，然后它这边是 e 跟减 e，这个是 cos x，然后我这边变成三 cos x 的时候，它这个是三跟减三，然后过后呢，它加 e，就是说我的一加其实就是加 e 的意思。加 e 的时候呢，这样就是我全部东西都向上移 e，原本三变成四，原本减三变减二，原本零变 e，OK，然后它的那个 graph 呢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graph，然后这一个是我的二派，这一个是我的那一个派，这样，然后这一边下来这个是我的派伯二，然后这一边是三派伯二，好。来，然后他叫我们用同样的 axis sketch 这个东西。我现在要的是一加三 cos 2x，所以你的这一个，他原本给你的这一个，你从他原本给你的那边开始做起，然后你要想办法变成这个一加三 cos x 这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要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 pattern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 y，你要从这一边变成这一个。我要把它变成这个的时候呢，首先我要三 cos x 嘛，所以我这边除二派，除二派，除二派，然后我除二派的时候，这个越，它变成三 cos x，三 cos x 一样嘛，然后越二，OK，所以它这一边会变成三 cos x 等于二减三 x over 二派，然后我这一边要有一个一加嘛，所以我就一加。所以这边也一加，所以它就会变成那个 y 等于三减三 x over 二派这样，然后你看这一个我加 e 下去的时候，这一个东西就会变成 y 了。OK，so 在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就 x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 y 等于三减三 x，这个是 x 来的啊，三乘零。除二派，然后它会变成三，所以它有零逗号三是它第一个点，零逗号三是在这一边。然后过后呢，我的 x 等于二派的时候，y 等于三减三，二派 over 二派，然后它会变成零，所以二派的时候它是零，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，所以我把这个连接起来，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总共有多少个答案呢？一个。两个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是 two solution，然后我们可以看 Desmos 画出来的 graph 是这样的，OK，所以我的二派的时候它是零，然后这一边零的时候是这个，所以它在这边一个、两个 two solution，这样，对了。